贷款，借贷款，借贷款。还是银行回过来比一下吧。哎，你直接冲起来。你从那库里这边冲起来，跨高铁了。可是想要我计价跳就是变作了。计价？是啊，啊，今仔日警察叫我们小舅在计价店出出事情。哦，对了，是有名人冤家相拍纠纷，是有警察叫负责案件。那安尼哦，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，是不是应该好好利用？什么机会？啊，都趁今仔日就在计价，咱应该借这个机会让你偷袭，然后登上明仔的娱乐版头条。头条？头条？要算遐尼大，不是凊彩翕一个相片，互老舅当看就好。当然没人叫你凊彩啊，那一定要布告众所皆知。到时阵，阮爸敢那是应付遐个亲戚朋友，伊都无时间他怀疑啊。来啦，你想要用啥物款来姿势做新闻？你拢袂歹势。当然嘛，想练习一下。练习唔免啦，你若是跳过一步记者翕到，都要互伊上刺激。像有新闻点的画面，来，比如讲，伫街路烧金，这款需要气氛，还佮有肾上腺素爆发的先进，刚用练习的。我嘛是凊彩讲讲，我一定要用。其实这个提议嘛袂歹啊。呢，直接来。无时间考虑，就即马来。老李。你伫涂骹创啥？我是拄则想要紧张，肢体不协调，阿伯我过去你身躯的时阵哦，脖子已经歪掉啊！啊，记者嘞，紧甲我扶起来。袂赴啊，记者已经走。哦哟，无错，我伫遐等几暗。哦哟，无错，我真无简单才有勇气。下次请早。你有安怎？我拄只安尼歪一下，感觉真正受伤啊啦！你真正是啊，全世界上麻烦、上多灾多难的耳仔花。那安尼，即卖是要安怎啦？我带你去看医生，好好好，哪个下落去？咱可能，可能去演美丽人生。